试试新手应该如何挑选翡翠嘞？毛毛啊，挑选翡翠的话，首先要先看种，种水是翡翠的灵魂，起光度越强，种越老，晶体结构紧密。反过来就是种嫩，种嫩的话戴久了容易变种、变黄、发乌，啊，失去光泽。第二是看釉，翡翠的釉具越细越好的，啊，反光的话那个种底妆粗的话，擦的容易棉多，不够美观。你的预算不是很够的话，可以选择那种种稍微差一点点的，而釉具细腻的，这样的翡翠看起来啊更加的温润。第三要货比三家，因为进货的渠道和优势不一样啊，所以同一件翡翠在不同的三家的手上，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。比如同一件平安扣，直播间的价格可能远低于景区和还有商场。那么家人们，你们学会了吗？